下面来张真源就位。那我这样呢？对啊，你看，你看看这里的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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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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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上不怕的，而且我们保持眼睛看镜头，厉害更厉害的。对，放松。真源在拉他的下颚线。先检查一下裤脚。OK， 来，张真源三十秒不重样 pose 挑战，三、二、一，开拍！哇哦！不要闭眼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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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可以有点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可以。用到了蹲下，哇哇哇！刚才还有些动态，现在时间过半。酷酷酷，可以。哦，动作重复了，快换一个，跳妖精馆，跳妖精馆。可以，完了，那几下动作有点大，可能会虚。好，时间到。辛苦。可以。从这儿看是非常 OK 的。是不是这三十秒比跳三十秒舞还累？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就是我刚才的想法，我真不知道要干嘛。好，现在有请我们的联盟队商量你们要看的照片，你们一共有73张可以选择。我觉得连续好，因为你有一些动作重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知道70、71、72会比较。只要不选中间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后面做的太快。我觉得前号码集中在前面跟后面，好吧？但后面太快了。写好了是不是？好，他们首先看第八号照片。哎呀，好帅！完全不输呢。